仿佛人工栽培的美丽花朵，仿佛人力精心雕凿的园林水景，加上古雅的石砌小桥，这里的山水植物简直是造园匠师的毕生杰作。狮头山，北台湾最有佛性的山，100多年来，人们在这里创造了富有人文情味的郊野风景。岁月让近百年的糯米石桥上青苔淡浊，桥下是一线山涧，荡漾着石桥和桥上行人的身影。我们在狮头山上密密麻麻的古道上穿梭古今，看见巨大的岩洞下面超过百年历史的小小庙宇。当年古道蜿蜒山间，庙宇、人家、聚落就在古道旁零星分布。我们踏上这条古道，走进还生活在古道上的人家，人情味浓郁动人，村人热情勾引，整个聚落就像30-40年前的台湾农村。那是厨房里总有妇女在忙，永远飘着食物香气的旧家古厝。游人踏上水帘洞步道，应该都能感受这里微妙的气氛，仿佛透过古道可以带你穿越时空，重回纯真年代的可爱步道。淳朴古意的聚落里，生长着一株几百年树龄的巨大樟木，枝叶向四野伸展，树荫浓密，遮天蔽日。古道上有这么一株七星神木，小小聚落的气质立刻与众不同起来。我们走水帘路，经过六寮古道，在狮头山的自然美景和宗教情怀中，看见富有人情味的小小聚落。透过狮山古道，从苗栗步行走到新竹，古道在新竹的这头经过多年开发，已经是可以通行车辆的产业道路。我们开着车在狮头山附近活动，发现公路旁有很多山径的入口，曲曲折折，不知通往何方。这些路先民一步一步走出来，现在成了人们寻幽访胜的古道。早安啦，今天一早起来就是一个好天气啊，张姐。哎，对对对，那在这个狮头山这边哦，其实真的很不错，就是如果你体力很好，你可以走那个比较长、比较远，像我们昨天就走比较远了。没有错。听说这边也有一些时间比较短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的步道。是啊，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假如说你们时间有一点限制的话，那可以来走我们的水帘洞以及那个糯米桥步道。那这个短短的一圈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里面就可以，你可以看到了湖穴、一线天，还有一个这个在藏在这个岩洞里面的佛菩萨。虽然这个步道只要半个小时，可是我听的内容很精彩。这个哈步道下去的话哈，400公尺就可以看到湖穴喽，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线天以及糯米桥。那糯米桥是在大正七年盖到现在的。哦，也是一个那么古老的一个桥，哦，那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而且又轻松。哎，这边有往糯米桥。好，那先往下走喽。这一早起来精神就很好，运动。所以开始都是下坡，是，开始是下坡了。这很特别啊，在这路中间就有这么大的豆荚长在这路中间了。哦，血藤的豆荚就很大。对，血藤啊，里面这个血藤的果荚。哦。然后你看，这边已经裂开了，果荚都掉下去了。这里还有一串还没有裂开的。早期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把那个血藤拿起来，然后在地上搓，然后去烫一下。哦，去烫。一个是小孩子，一个童玩的时候可以玩这个东西。它那个中间的那个种子都掉了。种子都掉在地上，哎，搞不好你幸运可以捡到。找好看啊，这边观察很方便的，这个都不用走到旁边去，走在路中间抬头一看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痕在边边。哦，哎，这边有，这边有。这个可以捡到。对，你看看这边又捡到了。哎呦，真的哎，对呀，你看看，哇，这打开两片有没有？好漂亮，而且这个好饱满哦。而且说就是拿这个去把它磨得很烫，烫人家这样。你只要在地上搓一搓，以后就拿来烫一下。哇，看看豆荚里面的种子。对，你看地上可以来捡宝，然后我们也当什么了？他们有时候当乌子去在玩。
对，我之前在其他山上有看它的花，紫色的翘起来，这样一块一块的，一串一串的，整串都连着，整片都是非常的。可是来是秋天，对，现在来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们春天的时候再来一次。对，春天欢迎再来这个地方看一下。应该快到溪谷了，是，我们可以往下走，可看溪谷。血藤是台湾中低海拔森林常常可以见到的植物，一年四季都能在水帘洞看到它，春天看花，夏天结果，现在则看到空空的豆荚挂在藤上。既然名为水帘洞步道，除了豆荚高挂，也应该是水汽淋漓，滴水形成帘幕的地方。当然，我们一点也没指望能遇到齐天大圣和他的猴子猴孙，但这里环境之清幽，水景之雅致，还是让我们颇有意外之喜。修行者在这里呼吸天地灵气，佛寺也应该更有灵气了吧。张姐，是到溪谷了。哇，一下来就不一样，那感觉就是很清凉很凉快，而且有一点风了。是是是。哇，这边这一条溪很漂亮哦。来，那就是石子溪。石子溪啊，石子溪是石头的石，石头的石，孩子的子，石子溪。你看看哈，我们的浮穴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是讲它叫做什么九明烫啊。安温家改工月球石，然后又叫浮穴。浮穴我们之前在基隆河沿线都有看到，尤其在大华那一段，那个浮穴非常多。不过在石子溪的浮穴我发现哦，超大的。看到这边两个，哇，好大！虽然这已经被冲蚀开了哦，大大小小的也是有。哇，这湖穴很特别哦，很特别、啊。来，这边特别的，再让你看过另外一边有更特别的哦，另外一边还有啊，一个特别的，你看一下，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做一线天哦，一线天就这边有这个峡谷，一线天峡谷哈、哦。然后上面呢，那就是糯米桥，有看到吗？有有有，那个小小拱形。我站在那个很窄小这个峡谷上面，我、哦、那个就是糯米桥，非常可爱，很可爱，非常漂亮。哦，所以它的糯米桥就是跨越一线天这个峡谷啊。对对对，跨越一线天。哦，这很特别，因为它的溪流哦，石子溪到这边以后就突然间变窄了，有点像太鲁阁峡谷，它比它还窄，更窄。往上看就看到一个弧形的拱桥，没有跨过去。到太鲁阁看一线天，是不是用头往上扬？对。那我们这边不用，直接看就很直视了。对，而且除了看这个大自然的奇观之外，还可以看到这个古迹，对，历史的古桥啊，对对对，大正七年、哦、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要绕过去走那个糯米桥、嗯、我们就可以看看桥形虽然是短短，但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条步道真的很棒哦、嗯、走下来不会很远，对，所以就可以感觉到溪谷的清凉啊，吹到风，还有听到这个水声，看到这个湖穴、嗯、没有错，在这个大自然中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古迹。不知道是不是开发已久，水帘洞步道上自然景观有点像人们精心打造的园林，溪流两岸的石壁像座弧度优美的月洞门，铺排精巧的奇石让溪水悠悠流过，有时注入一泓水塘，有时打个转激起一点点水花，步道穿过的森林同样也有种自然协调的韵致，一切都布置得妥帖适切，让人心旷神怡。最棒的是，走着走着就会出现让人惊喜的小景。哎，看到桥了？看到了哈。来。哦，哎，这边有看到字哦，可以看到这个桥名啊。哦，这边有棵水帘桥。哇，很诗意的名字哦，水帘桥。哇，这个桥其实它不是很长很大哦，但是它就是小巧可爱，上面铺的就是石板哦，像一块一块这样铺上来的。哇，张姐，你说这是大正七年做的，所以就是民国七年，民国七年没有错。哇，那也很久了，快百年的老桥了、没有错。我们刚刚还站在对面看这一线天上面这个桥，那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上面看到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下去，哇，这溪谷就很窄耶，真的是很窄。然后就溪谷的下就是一线天了哦。哦，对，一个拱形的这个桥跨在这边，真的蛮漂亮的哦。是是。张姐说它是大正七年盖的，所以它这个算是一个古道了。一个古道，因为早期哈，我们南庄要到北埔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竹四十一这个，一定要经过藤坪步道，然后转经我们这个水帘桥，然后再到北埔去，是以前的他们走的古道。哇，等于是
南庄，南庄到到北埔，北埔之间必经必经。所以以前的居民就是走这个山路。对对对，以前就走这个山路，从这个地方走过去。哦、不过走到这边应该是蛮诗意的，蛮诗意啊、哦。虽然很累，还有这小桥哦。所以如果我们往这边继续往那边走，就会到北埔。是，那这边就可以到南庄去了。对对对对。哇，看一下这还有什么？这哎，我们看看这边。啊，他刻的字哦，这边有年份啊、哦，对对对，好、哦、像就有写的啦，对，大正七年，这是五什么？五月是吧？五月，五月六日，那、这个年份写的还蛮清楚的。然后呢，这字是戊午年四月二十六，这个字刻的稍微浅一点，有些字不是那么清楚。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百年寺庙。桥不错不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道路很短，可是很有特色。第一个景色很漂亮，然后有一些历史的古桥可以走，老老少少都非常适合的步道，而且走起来很轻松，很健康。对，哎对，就是轻松、健康又快的步道，就蛮推荐大家来走一走。对对对，非常适合。水帘洞步道上的糯米桥造型雅致，小巧结实。石栏杆上淡着青苔，和南投国姓乡北港西上那座糯米桥应该是同一种工艺技术打造的，但两座桥的气质全然不同。国姓乡那座桥量体巨大，是一座人们总是匆匆忙忙经过的交通设施。这座桥跨过的是窄小幽深的山涧，桥幅不宽，更适合漫步走过。国画上拄杖高髻的世外高人就该慢慢踱步，打这里走过。过桥的时候，想必会停步低头，看看倒映水中的身影，然后缓缓抚须，摇头晃脑，吟诵他几句佳词妙对。如此山水，似乎走着走着就会遇见闲逸自适的王维，或者枯竭苦吟的贾岛。当然，你也可以很轻松地看山看树，看见森林里动人的小生命。小姐，今天来到水帘洞步道很热闹哦，不是人多，是花很多哦。花很多哈、哦，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油点草，你看看哦。哦，油点草。这叶子上面有一点一点一点的油点草，嘿、这个，就像油渍啊。哦，就这样，有一点一点的嘛。油渍，对对，一点一点。特征哦。特征，特征。很特殊的是这个油点草啊，当你想要吃西瓜的时候，油点草会有西瓜的味道。那你看它这个花，啊，好像小兰花，对不对？对，颜色很鲜艳哦，就是紫红色，然后还有看到一点一点的，然后旁边还有看到一些花苞，非常漂亮。然后这个季节刚刚好是油点草它的花开非常旺盛的时候，非常漂亮的时候。对啊，而且这个数量很多哎，我们刚这样一路下来哦，就在那个步道旁边这个山坡上啊，开满油点草花。是，由这个山坡斜坡下来，往甚至沿着我们水帘洞步道，就可以看到像小兰花的油点草。那还看到一些小蜜蜂来这边吸着花。是是，很多。没有错，我们这个地方哈、哦，真的是古道重现，没有大肆跟它开发，所以这个生态是非常的丰富。这边油点草数量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少看到那么大量那么大量的，是是这样，我也感觉到说每次过来的时候量不是很多，那今天真的是因为是你们来，所以他开始绽放给你们看的。哦，欢迎我们来，是欢迎你们到这边。油点草是百合科油点草属的植物，台湾至少有四种油点草，从平地到海拔2800公尺都有分布。水帘洞步道旁的应该是台湾油点草。近来有学者认为，台湾油点草和山油点草应该是同一种。另外还有高山油点草、毛果油点草、铃木油点草几种，大概是从铃木油点草得到的灵感。凡是在野外看到油点草，我们的工作人员总爱换个名字拿它念叨两句，比如阮姐油点草、阿姨油点草等等。不过麦哥一向话不多，很少人会拿它来冠名。这么一大片油点草，如果一朵花就是一张嘴，那么只怕不只是油点草而已。奇妙的是，100多年前这里有一种终年不断的嘈杂，早年的世外高人却选在这里修持精进。张姐，这个洞穴就规模很大哦。这个洞穴哈，我们狮头山有一共有11座寺庙。对。那这个
梵音寺里面是这个步道里面最大的一个洞穴，从因为这个是属于砂岩跟页岩共同，你可以往抬头看一下，你看它岩石都还看得到嘛，哈，对对对，是对，它是在1902年那时候也知道，所以你刚算算现在是2011。哦，超过100年了。是啊，我这个数学不太好哈，你算一算。哦，他从1902年就有人来这边修辞了。是，对，早期就是一个未开，啊，这个居士他来看到这边以后，他感觉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灵地圣地，所以就开始这边结庐为安。可是他的名字叫水帘洞。水帘洞。那水呢？可是你没有看到水是吧？对啊。事实上，因为早期哈，这个地方是属于上面的话是属于梯田呐，啊，一些道路，就是以前的山坡地。但是因为我们上面现在开了41的公路了以后，马路开了以后，当然这水也少了哈。同时您现在来的时候也是枯水期，要不然它没有像以前这么大势，但是还会低哈。啊，人家讲说遇水则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让这个圣水去清理以后进去里面参拜我们的佛菩萨，啊，是这样子。哦，所以以前上面是有像稻田啊，对对对，田，所以就比较多水，比较水。哦，所以以前来真的是像莲木这样子，像莲木这样子。而且，为什么叫梵音寺呢？因为石子溪下来，那个水轰隆的作响，然后这边的像木一样水帘在一直响，所以我们就叫它水帘洞。这个洞穴其实它还蛮宽的，而且高度也很高。这有点像我们之前去阿里山那边有看到一些洞穴，像千人洞啊、卧船洞，这样子，或去关西蝙蝠洞也蛮像这样的哈。那这边洞穴真的是非常的天然，上面很多这个植物这样子这样垂下来。这个上面呢垂下来就是属于芦竹，芦竹哈对水土保护还是蛮有用的。只要水有多的时候，它也会沿着这芦竹往下滴。天然的装饰啊，对，天然的装饰，这不用装饰品就垂下来。它这还有门牌的。是。反正是有门牌号码，6061号哎，对，所以这个寄信可以寄在这边啊，可以寄到这个地方。这样子，那邮差比较累啊，邮差哈，走下，是，这边的邮差可以锻炼身体啦，好，所以常常来走这段路的话，我们的邮差哈都是非常健康，所以他看到我们第一句话是阿弥陀佛。梵音寺这边主要供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还有他的徒弟，就是阿难尊者，还有迦叶尊者这样子。所以这个寺庙历史很久，1902年算是古寺庙。不过这寺庙是天然的一个洞穴了啊。那来到这边最大的洞穴寺庙，那我们还是拜一下好了，求一下平安，好，保佑大家平安哦。对。1902年，新竹新浦人释慧开法师发现岩洞，在洞里供奉佛祖和观音菩萨。之后，另一位法师将它修建为寺庙，名为梵音寺。据说，正是因为水帘洞前的瀑布溪水终日作响，有如梵音清唱，所以才将寺名唤作梵音。这里是狮头山最大的天然洞穴，也是狮头山诸寺中海拔最低的一座。寺前有木栈道引人入胜，虽然已经没有瀑布飞泻，但是栈道旁的小溪、浓密的森林，还是能激发出不少芬多精和负离子。无论是修行求道，还是散步赏景，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水帘洞步道，有古意的石桥、一线天奇景和梵音寺，轻轻松松就让你觉得身心舒畅，不虚此行。血藤是豆科血藤属植物，又叫乌血藤、入骨丹、大果和雀花等等，原产于中国大陆南方、台湾、马来西亚、琉球和印度。台湾中低海拔山区开阔潮湿处常见，总状花序，深紫色的蝶形花萌发于叶翼，茎具有攀援性，饱含水分，切开后氧化成鲜红或淡红色，所以称为血藤。荚果剑形，扁平，长约40公分，果实深黑色，质地坚硬，俗称电火子，是优良的绿化爬藤植物。远山云雾之上，有如海上仙山。我们身处狮头山上，山下的峨眉乡人往山上看，我们应该也是腾云驾雾，身在仙山吧。
其实秋冬季节，狮头山通常不太下雨，我们好像全身上下都沾染着台北的水汽，一路把雨水带到这里来了。说起来，早年先民在狮头山地区活动频繁，应该无论晴雨，农作访友、礼佛经商，在山上踏出一条条步道，我们也无论晴雨踏上另一条古道。出发了，对了，我们今天应该会一路平安了，因为我们已经拜完这个八公了啊。我们八公拜完以后，现在就带你到我们的新竹县这个峨眉来走一个。这边算是新竹县的峨眉，对，峨眉乡。我带你今天走一个六寮古道。六寮古道啊，六寮古道。那六寮以前来讲就是拔张巨脑的地方了，旁边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六寮溪。所以这条六寮古道是早期像这边居民会进出走的一条道路。没有错，早期我们住在青草在这条古道就有居民在使用的哈、哦。那现在呢，这条步道的话，这个古道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游客蛮喜欢走的地方。那我们就是沿着六寮溪进去嘛啊。OK，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出发了。好，出发 ，Go。古道。古道一开始不太有古意，换个角度来看，这条路从古到今还持续发挥功能，所以更新成现代化交通工具可以通行的道路也是理所当然。所幸路两旁石砌薄坎，植生茂密，景色应该和百年前相去不远才是。溪里的游鱼，岸上的千色水东就是明证。原以为天气不好，古道上应该只有我们一组人马，实情却非如此。这边上坡，对，这边都是上坡。哎，这边有游客，有一个休息站啊。节目啊，要考一下，你不能说有唱，你有唱过吗？有。那你随便讲，我们拍过什么？七星山啊，哎，什么孝子山是还是什么？哦，有，哎，对，但有看平溪那地方。那你今天是走哪一条古道？六寮之外呢？我们找藤平步道。哦，藤平，哎，然后再走现在六寮。现在走六寮，对。那待会要走到哪里？还不知道，哦，没有规划。不过这边就是步道很多啦，可以通来通去的，连来连去这样子哦。那你平常就都常常出来爬山吗？对，常常利用假日，我们就会到户外来走一走。我刚才以为你们是什么公司，或者说登山队的。哦，不是，我们是家人，家族。哪几个是家族？我会举下手。全部都家族，全部都是啊。我们十个，我们兄弟姐妹有五对这个夫妻啊。哦，真的啊。对，好像很热闹哎。对，就家族一起出来登山的。有大哥啊，常常都有大哥在剪辑啊，剪辑哎。哦，所以你也常出来外面爬山。对，这大嫂啊。哦，大嫂。是大嫂。啊，这个大哥，我在国税局啊，对，我在国税局工作，真的，那个台北市国税局，真的，啊，那结一结，这是我老三，老三，我老三，这个三媳妇啊，对，这是老四啊，老四啊，这个四媳妇啊。这个小妹哎，老五，最幸福的老五啊，对，哎，真的蛮特别的哦，全家出来登山，我们刚好约个这个大家都请假哎，然后就约这个，也不要礼拜六礼拜天人可能比较多，对，平常人少比较轻松自在一点，走起来比较轻松哎，也很好啊，走起来比较不会，小孩子都本来今天是规划到宜兰去啊，后来临时改变行程到这，因为这几天宜兰啊，这个雨下太大，怕那边比较泥泞不好走。好，对，今天临时改变到这，也有这个荣幸啊，碰到这个麦哥。对啊，幸亏，爬山愉快啊！爬山的时候遇见山友同好，聊聊登山经验，特别容易亲近起来。原本是一家人，又都喜欢爬山，走出户外，不用说，感情一定是好的。他们从 MIT 台湾志开播就是忠实观众，看他们和乐融融，再想象他们聚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我们做起节目来都带劲许多。小姐，哎，这边看到一些房子村落的感觉嘞，哈，这就是我们的七星村的一些民宅了。七星村啊，哎，这名字蛮好听的。对，因为我们这边附近哈，就有一个七星神木，它是樟木，一根树里面
母猪大概400年，那还有其他的子猪都有7根，所以这个叫七星村。哦，因为有那棵七星神木，所以叫七星村。对，那待会可以去看那棵神木。等一下可以啊，等一下我们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民宅，我哈今天有请那个村长啊，在这边，然后他会总结一个客家的点心。哦，真的啊？哎，客家扮演。啊，哈嘎，哈嘎，客家的汤圆，哦，汤圆叫板眼，板眼，板眼，哎，板眼哈，哈嘎板眼，哎，不错，这样，对对，走一走这个古道啊，然后来到这个民宅，哇，那可以吃点客家的特色的点心。而且你看看，我们这个民宅大概有120年的历史了，我们要看一下。哦，所以村长家就是村长家在前面一点。哦，好啊 ，OK， 好，我上去。这是中途的休息站，所以走这个古道，六寮古道不错，就走到这边还有一个七星村，这个村子还蛮迷你的，红砖的那个房子，哇，这边哈，哇，是一个三合院式的哈，三合院，三合院式的，哦，是白色的，哎，对对对，就是，这是客家的聚落嘛，客家的聚落，啊，对，这是属于我们的客家聚落。他们还在烧柴，他现在他们本身还有在烧柴，就是用大灶在烧这个柴。那可以叫村长吗？好来，村长啊，村长你好，欢迎，哇，村长你好，你好，是 MIT 台湾市。还有，这位是，这个徐林长，那个庄林长，哦，林长啊，村长，然后两位林长，我前林长，哦，前林长，林长贵姓大名？姓徐，徐正义，徐正义林长，哇，那这位呢？姓庄，现任的林长，哎，现任的林长，哇，这边是峨眉乡七星村六寮，对，村长，你这房子很古老了哦，差不多120年左右了，有这么久了，对。五代人了呀，祖先来这边已经第五代了。以前来这边都是做什么事啊？以前来这开垦种地瓜，最前的这就樟脑啊。哦，智脑、樟脑，樟脑。哦，对啊，这客家人就是刻苦耐劳，可以到山上做这樟脑的事业。以前是做樟脑，就是六寮是六个寮啊，樟脑寮啊，六个寮就叫六寮。所以跟我们之前去宜兰那个九寮溪，它是九寮，就是第九个做樟脑那个寮叫九寮，所以这边叫六寮。过去七寮、八寮、九寮、十寮、十二寮。那我可以问一下村长，村长你这座七星村感觉很迷你哎，很迷你啊！你的那个管区你有几户人家？我们管区可能200-300户吧。200-300户，不是说只有集中的人，就散居在这个地方。这边我们七星村都山比较多，比较散这样子。在以前你这边。也没路，种的稻哈要挑到田尾那边去碾，把它碾白以后再挑回来。张姐说，村长要准备板烟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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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烟呐。那我们刚走古道啊，肚子饿了，我们再吃完板烟，村长你可以陪我们去看七星神木啊。对，七星在上面一点。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先吃一下这个板烟。OK， 休息一下，好了，休息一下，谢谢啊，谢谢村长、林长，两个林长、村长都到了。它是古香古色，它有制茶的，什么都还在。我看到地瓜了，那么一堆。好，谢谢哈。走没几步就馋得不得了，实在有点没出息。很多人来到这里，应该都会有同样的感觉。这里多像小时候的外婆家，那个30-40年前人情味浓郁的台湾农村，厨房里好像随时都有妇女在忙。食物的香气随着水汽弥漫在悠悠矮矮的光影里，勾动人的食欲和记忆。糯米桥是指砖造或石砌桥梁，粘合的接着剂是以糯米、红糖、麻袋丝及石灰等材料混合搅拌而成。据说添加糯米和红糖会延缓石灰凝固的速度，使强度增加。在台湾还有不少地方保留这类古早工法的糯米桥，而南投国姓乡跨越北港溪的糯米桥还被指定为3级古迹。可以了，是吧？可以了。哦，我来端了，哇，好大一锅啊！
繁种哦，快来看看，是繁衍哦，哦，哇，热乎乎的，好丰富哦。汤圆，抽汤圆。茼蒿，客家话怎么讲？叶草。啊，叶草，叶草，这是茼蒿。哇，哇，这有白色的，有红色的哦，那还有一些肉。汤圆，哦，这就是香菇，哦，还有香菇。好，今天谢谢村长太太帮我们煮了这一锅的好吃的客家汤圆啊，贤惠啊，哦好，所以这个是客家传统的汤圆，对对对，所以客家人都吃咸的，对，咸的，也有甜的，在做喜事的时候就会弄一点甜的，哦真的哈，好了，我帮大家服务一下啊，谢谢，来，哦，这看起来就好吃了，那吃个热的，啊，吃饱一点，我们待会后面还有一段路啊，来，对对对对对，哇，这这这。这边当村长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嘛，乡下都很熟。来，那姐姐，我们自己来吧。自己来吧，自己来啦，自己来啦。那村长，村长。啊，谢谢。食物还没入口，齿颊已经生津。相信再怎么挑剔的美食家，在这里都不会吃到一丁点可以挑剔的食物。雨中的山村，古宅里一群热情的人，食物除了本身的美味之外，更有浓浓的儿时回忆和无可取代的人情味。更让人感动的是，我们在断断续续的冷雨中拍摄一栋三合院，院落主人看到后马上泡了一大壶茶水，急急忙忙到路口奉茶，话没多说，亲切真诚，让全组工作人员都感动到无法言语。湿凉微雨的初冬，客家山村温暖的偶遇，让我们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那杯茶的滋味，那个挥手道别的身影，麦哥说他会永远记得。人情味之外，村人自豪的是那株七星连珠，我们不太能想象的老樟树。加油加油！啊，多了多了多了！啊，七星神木，加油加油！加油！到了，看到神木了，看到神木人啊！哎，林长到了！哎呀，刚刚找不到林长啊！对啊，林长突然出现，林长突然间出现了，林长啊！啊！哎呀，对啊，刚刚一直在找你，找不到啊，林长，刚刚找林长找不到是吧？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了。原来你已经到这边了。对，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七星神木啊！对，哇，这怎么算？1 2 3 4 5 6，再来呢？哎，那是那边一个是雷打掉了，哎，哦，有雷打掉了，对，在这边六，对，右边就六，那个树根过来哦，就是长一颗地七颗，哦，李长，七星神木这个地就是你的嘛，哈，对，我这神木其实真的蛮大的呢，你看，这样对比一下，八个人很宽哈，这样子。它这个七星神木是一颗还是两？这样算是两颗吧？现在它是本来是一颗的，它是长六颗嘛？对，上面就长六颗，六个啊，六个旁边就再长一颗，哦，另外又长出来。七仙树是这样。哦，七仙啊，仙，七仙树。哎，为什么叫七仙？不是七星吗？本来还以为是七棵树排成北斗七星之形，然后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各安其位。没想到还没看出七星是怎么排列的，竟然又来七仙之名。六寮村的几位你一言我一语，热心地要把家乡的奇树介绍给 MIT 台湾志的观众。麦哥也认真地数了起来，老树有灵，也许想要一挺胸自我介绍一番。脑疗是制作樟脑的工疗，没有石化液的年代，樟脑提炼出来的赛洛露是一种类似合成树脂的物质，是制作电影胶卷跟乒乓球的重要材料。为了就近治脑，脑疗多半就搭建在樟木生长的低海拔山区，经常是夫妻俩一组经营一疗，若干疗聚成小聚落，防止原住民侵扰。砍伐下来的樟木先爆成薄片，在脑疗中的脑灶加热，等脑气升华冷却成白色结晶，就是樟脑。我们是讲七仙树，他们就活到七仙树。
哦，这仙可能那个仙要七仙树才对，阴很像对，要变七仙，其实七仙。那什么叫七仙？是有七个神仙吗？不是，七仙树是说七仙女，祖先那时候他有七个小姐嘛，后来我的妈妈又有七个小姐嘛，哦，就是这样，就是七仙女。哦，把女孩子当作仙女一样，生七个都是七仙女。哦，所以就把这叫七仙树这样子。对，七仙树才对。哦，这样子不是七仙树。哎，我们现在看到神木上面有绑红布，这是当地有把它当作一个神来拜了，是吧？对，以前都是有，当时土地公啊，土地公啊，哈，哦，土地公神木嘛，就是神木，是八公嘛，哎，八公，八公，八公。哦，那都是谁会来这边拜呢？都是我们自己啊，都我们，哎，我们这个是余家、张家都是在这一带，就这样。哦，就七星村这边都会来拜，是你啊，他就会来，是这样。哎、欸，村长，哎，那像你们都也会来拜吗？村长会啊，会啊，拜才会当选的。这是神木嘛？神木啊、哦！哎、欸，我们七星，然后峨眉乡这个有列入管区了。好像列入管区了哈。哎哎哎。不过像这边规划的蛮好，都有步道，那游客来很多吗？平常是都有人游啊，早上哈、嗯、都是爬山的。很多、哦、那林长你都会带什么来拜？沙鸡啊，猪肉啊。哦，不是只有进水或酒这样子，水果也可以啊。四五百年了，对啊，我猪的话就是四百年。这边以前都治樟脑，所以这边樟树以前很多，是对对对，樟树就是做香脑，它留起来拜做土地公的啊、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樟树？表示它长得特别奇特。你要是直直一根的，屹立不到现在，你懂吗？哦、那就是它奇丑无比，才有办法留到这样子。哦、这样子。哎，大树木一定是哈、哦，假如说很漂亮的树，早就被它取走了啦。哦，就是因为长得怪里怪气的，奇怪。对，那 就不砍了，就像神木一样啊，那个红块也是长得乱七八糟的，它就把留下来，就变成现在的巨木神木这样子。10年前啊，50年前哦，50年前，那时候他人要看我买这个26万。哦，有人跟你买这个神木啊？我不卖。卖啊，26万呀、啊！出价26万、啊，那时候几年前？40年前。哦，40年前，20几万，哇，可以买房子啦！哎，对，那时候，哇，我不卖啊！那为什么不卖？为什么要卖？这个对啊，为什么要卖？我们这里是祖先的，不能卖啊！哦，对 对，地耶，什么东西都不能卖的。对啊，这树要长那么大不容易啊，这把它挖走的，这太可惜了哈、哦。那留在这边算是一个地标，也算有一个精神的意义啊，哈，一个传统这样下来。我们就是从小这里耕田啊，以前的后面都是田啊。哦，以前我们现在都是森林的哈、啊，后面田啊，我们一家都是靠这个田来吃啊，就是靠这个神明保佑，哦、还有那个米啊，嗯哼，一年过。两次嘛，它也2000多斤。哦，这样子，所以等于是感谢这个土地的意思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大地提供给我们这个耕作啦、啊、土地啦，对对对对，让我们丰收，所以就等于是拜这个土地公或这个树神，就当作说感恩他们保佑我们，不能砍掉，就是这样。七星神木，我们是就我们老家都是称呼他就是七仙女，七仙女，哎，我祖先就也。代代都是七个女啊，哦，一样，所以你们就感谢这块土地了哦，就是八公，还有这个七仙女，七仙女会保佑大家，会保佑大家平安啊，让你们的作物能够丰收，哎，对对，这样子哈，好啊，那我来到这边应该入境随俗，我们拜一下啊，大家礼敬一下了啊，这个保佑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身体大赚钱哈，哦。森林不长无用之树，这株奇形老树在智脑工人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树，保留下来却成了村人的心灵寄托。这还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生态上，这株树不知栖停过多少鸟类，为树下的植物昆虫提供多少庇荫。老林长把它留下来，也许这山里涵养出的泉水更甜美，空气更清新。而老树枝叶繁茂，看起来还能继续庇荫好几个世代的六寮人。除了老树，老林长还很自豪他留下老宅，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看。三山国家风景区是交通部观光局将苗栗狮头山、彰化八卦山、台中梨山三座山区合并，在民国90年3月成立三山国家风景特定区。
三山风景区境内有湖泊、高山、峡谷、瀑布、河街、丘陵和森林，动植物生态和游憩资源都十分丰富。三山幅员辽阔，区域互不相连，在狮头山、南庄、骊山、古关、八卦山、松柏岭等地都设有游客中心提供服务。林长，你家快到了吗？我的家，老家在这里。老家在这里、啊哦、在前面那边是吧？对对，看到看到看到。老家。哦，老家在这边。对。还蛮完整的啊。这边是过去比较好，右边是倒掉了，没人住了。哦，这谁住的？我的叫叔叔的了。叔叔的。哎、那你住是住哪里？再过一点。再过一点这边哈。哦，那现在这边还有人住吗？我这里常常下来这里拜拜，还是这样子、啊。哦，你拜拜还是回来老家拜？对，祖先还在这边。哦，这样子，哎、欸，我看到有门在这边了哈。对 对, 對，到门就是我的老家。我老家到了，老家到了。哦、很难想象在那个森林里面，哎、欸，还看到一个很完整的感觉，像三合院一样的。就是我以前住的那边的就倒掉了。哦，这是大门哈。对，大门。大门进来了啊、哦，我们进来看一下。对。哎、欸，你们到了。我的小猪还是在边，这边，这是老家的，对老家。哦，这个白色的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就以前那个竹子，添加剂，还有那个水，那个泥土和那个稻草什么东西粘上去的。嗯，里面是这个泥土，对。那外面白白这个呢？石灰。哦，石灰。石灰混加剂。哦，最石灰就是最外层用石灰抹上去，上去就很白哦。啊，对，所以客家人喜欢用石灰，石灰做这个外面表面啊。所以你都还会回来这边拜拜？有，每天回来拜拜了。哇，村长，哇，你管区很大呢。这个照顾这村民的时候啊，你都是这样要走路啊？有，车子可以到上面一点，上面一点，然后再走下来。对对对对。可是他这个居民你看都很散，那你要找这个或要帮谁服务啊？就这样一间一间上去跑啊。现在好了，现在有电话还好一点。用手机，对对对，电话打哈，不然的话都很散。六寮古道走一趟，发现古道沿线其实还有不少像这样的房子。当年的六寮人就在交通要道旁盖房子。在山上种香茅、稻米、茶叶、柑橘，然后走古道担到北浦等地贩卖。回城时箩筐里也没空着，担着日用杂货跟猪肉、鱼肉回到三合院。空闲时到老樟树下头坐坐，交换一下作物生长状况和市场里的见闻。我们踏上古道，看到那些浓荫下的老宅，和亲切的乡人一起散步，真像走回三四十年前的老台湾。那是祥和从容，人们彼此信赖，生活紧密相依的家园。我们相信稍有年纪的台湾人心中都有这么一条归乡路，真该找个时间回到那个有大树、有亲人、有老房子的地方。